少泽，观音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正在忙着呢，啊，没事我就挂了啊。哦，我有事儿，少泽，能不能见个面谈谈啊？好吧。 桂英，你找我来，少泽，你这么长时间不在家了，过得还好吧？还可以。那份离婚协议书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。 那真的就这么分了吗？观音，不可能了。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。这么久了，你也应该冷静下来了。我不离，少泽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要丢下我不管。观音，你冷静冷静。 我们之前已经结束了，没有结束，少泽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少泽，我有什么错你说出来，我改。我发誓我再也不去监视徐珊了，我绝对不会了。你没必要为我改变什么，我对你已经没感情了，再过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你何必要把对方绑得那么紧呢？少泽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少泽，你说。 你要我做什么，我一定做到。观音，别傻了。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少泽，你别走，咱们回家吧。观音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，你放过我好。 桂英吃安眠药了，三井家医院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傻子，我怎么跟你讲的？啊！你怎么这么不讲记性？ 甭想离开他，你要善待观念，你要是抛弃他的话，我就要你死。潘日开。 清楚地记得。
潘世凯，你老了吗？你这拳打得怎么这么没有力度？你打呀，你打呀！怎么样，关一？他怎么样？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对，那他是我太太。刚才我们已经给他洗过胃了，目前呢危险期已经度过，不过呢还得留医院观察几天。谢谢了，大夫，谢谢。不谢，不谢，不谢，不谢。那么傻，我知道你这一定都是为了他，值得吗？醒了，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去买。喂，你可别吓唬我，你倒是说话。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想吃点什么？嗯，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？我给你去买啊。他来过吗？嗯，来过，让我给教训了一顿，打跑了。我刚才的样子是不是挺难看的？观音，他这个人不值得你为他这样。
喂。哦，爸爸，爸，您老消消气，我。爸，我跟您说，喂，喂。陈总还在水厂吗？是的，陈总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厂。哦，你跟他打个电话，你说今天是董事会召开的日子，让他赶紧回总部。喂，董事会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马上就到。怎么样，大夫？恭喜你怀孕了。我确实是怀孕了吗？回家叫你老公弄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开始开会。这是我们海天集团近期的运作规划，希望各位股东先看一下。怎么，还往水循环里投钱？我们已经投进去不少钱了，到现在也没收回成本。哈，这当初我都跟各位说明白了，水循环工程是一项长期性的投资，不可能在短期见效。各位不是都已经同意了吗？但那时候你并没有说明还要继续追加投资。这不是追加，这是水循环的二期工程，只有等二期工程建成以后，我们才可以说是初步实现了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根本没把我们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。各位，你们听我详细的给你们解释一下。哎，你就别解释了，这明摆的是为你自己嘛。潘志凯，我虽然不是海天的人了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还是海天的股东之一，而且是个大股东。我觉得陈总对海天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啊，啊，是吧？这其中之一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了，海天是个有钱有实力的大公司。你们看看，有几家民营企业敢把钱往这种无底洞里投啊？海天就敢，是吧？为了这个水工程，他把我们正在运作的可能会有一些利润的这个品牌的产品都撤掉了。我刚刚为什么说陈总是为他自己呢？啊，你们想想，现在陈少泽这三个字儿在我们滨江可谓是家喻户晓喽。靠的什么呢？
还靠的是拿我们海天股东的钱去打水漂，啊，他拿我们的钱要给他自己扬名立万。够！潘仁凯，你想闹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的陈总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你想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我看你是闹不了多久了嘛，啊，是不是？潘仁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是要回来的。回来？啊，陈总，我原来的海天股份虽然要比你少一些，但毕竟也还是一个大股东。你看看这个，哎，看仔细点啊。像你看到的这么简单，我现在所持有的股份比你略高一丁点啊，但绝对是一个大股东。怎么会这样？不用激动，不用激动，我只不过在休闲的时候买了点股票，还谁知道一不小心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大股东。没办法呀，再加上大家的信任，是吧？陈总，我觉得你应该退位让选了。你比不上你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像你那么样的绝情的。哎，既然你喜欢这个水厂，那么你就任水厂的厂长好了。大家。没什么疑义吧？没什么疑义了。不过我既然当上了主席，我就会把公司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陈总，啊不不不，应该叫陈厂长啊。我不会把公司的一毛钱投到你的工程上去的，你就自力更生吧。大家。还有什么意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啊，我们没什么要说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的玩一玩啊，我买单。好，谢谢，跟着潘总去潇洒一玩啊！散会，散会。做梦也没会想到会有今天吧，尝到了众叛亲离滋味，都是你陈少泽自己造成的。
少泽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山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海天集团的董事长了。其实，是不是董事长都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。你真能做到无所谓吗？本来打算等工程全面完工以后就离开这里，可现在他们已经不再继续给水厂投钱了，那个二期就会半途而废。我的理想也就真的会变成了乌托邦。我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。我相信你力行的，真的，少泽。对了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我怀孕了。真的？啊？让我整听啊！太好了！爸。我来看你来了，孩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啊？要是你万一有什么，那我怎么办？难道要让你爸这么一大把年纪去送一次黑发人？爸，我的傻孩子，咱们乔家人就是遇到了天大的事，也不该去寻短见呐。爸，我离不开少泽，我不想离婚。好好好，咱不离，不离。我上次走的时候就让你去劝劝少泽，他怎么反而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按照您的吩咐跟少泽说了，可是他连您的话都不听。哼，我看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翅膀根硬了，就可以目中无人了？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最近他是在变，成天的嚷嚷着要跟观音离婚，变成这种状况。听说你已经回海田了。是，我们都眼看着少泽把一个好端端的公司变得不成样子。况且我还是海田公司的创始人嘛。好，好好干，千万不要出篓子。水厂那边也要注意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爸，您找我，啊，是为了观音的事吧？我本来想事先跟您说一声，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你是不敢让我知道吗？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不是的，爸，我只是觉得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好，好什么？命都快搭上了。我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，没想到这事情多着呢。爸，您别生气。我生气，我能不生气吗？
冠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当初他跟我提起你的时候，我就怕有这么一天呐。可他当初非你莫嫁，当时我就没办法，只好同意了。可是没想到现在，早知道我当时狠下心就阻止你们了。看得出来冠英对你还是很在乎的，我想你们俩能不能重归于好啊？爸，按理说我不应该干预你们的婚姻，可是话也说回来了，你们既然当初结婚就应该负责到底呀。结婚可不是小孩子办家家说分就分的，看你还叫我一声爸，你就把离婚协议书给撕了吧。爸，我们都不是孩子了，离婚也不是我随口就提出来的，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，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。你不想？那我问你，你跟徐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别以为我是老眼昏花了，在省城里什么也看不到。我，你回去好好的考虑考虑吧。毕竟你有今天这个成就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你回去吧。爸。你好，请问您是乔老先生吗？你就是徐山小姐。是的。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想喝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了。来，上套被子。好，来，我自己来。谢谢。请喝茶吧。我今天请你来就是谈谈冠英的事情。其实啊，我这个糟老头子也不应该过问儿女的婚事，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现在少泽要跟冠英离婚，我感觉到他是因为你。冠英为了少泽，他吃了安眠药自杀，你知道吗？多亏发现及时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徐小姐，你知道少泽就是冠英的命啊，现在少泽要跟冠英离婚，我今天来就是请求你退出，我只想求你放过我女儿。你可以提条件，我只要做得到。非常抱歉，我想我跟少泽的感情已经有10年了，10年前就是因为我太软弱了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结局。你要是真的为了少泽，你就应该放了他。少泽他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你总不能忍心看他一无所有吧？你如果离开他，我甚至于可以跟世凯去说说，让少泽重新成为海天的董事长。我想现在的一切都是少泽自己的选择，
感情的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换的，您说是吗？非常抱歉，我可能帮不上您什么了。再见。关英的父亲今天找我了。啊，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关英自杀过是吧？你知道了？你怎么没跟我讲？我是怕你多心。我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我和管英之间早就没什么感情了，分开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是我心里……小山，你没必要自责。我决定离婚，你只是其中原因之一。你心里应该明白，如果离婚的话，你一切都失去了。有你在，就不能说是失去一切。我不想让自己以后的几十年再后悔。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等水循环工程竣工以后，我们就带着咱们的孩子离开这里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相信我，我是认真的，理智的。哎，是穆行长吗？我是潘世凯呀。哎，别这么称呼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大家看得起我，抬举我，才让我坐这个位子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哎，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啊。不是贷款，正好相反。陈孝泽如果再到你们那儿去贷款，我希望你把手紧一紧。哎，对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啊，再见。哎，喂，穆行长吗？我是陈少泽呀。我想跟您说那个贷款的事情。我，哎，那个不是我们都说好了吗？怎么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呀，喂，孟行长，喂，啊，邵行长啊，哎呀，我是潘世凯呀，哎，别，大家看得起我的，让我坐这个位子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哎，你别这么称呼好不好啊？哪里。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啊，不是贷款，正好相反。那个，改天陈少泽要是到你们那儿去贷款，我希望你把手紧一紧。哎，好。喂，是张行长吗？我是陈少泽，对。哎，我想跟您说，上次我不跟您说那贷款的事。喂。忙着了，陈厂长。你怎么来了？来视察工作呀？没有，我要跟你说个不幸的消息。
今天开会临时决定，你这个水厂要卖掉。卖掉？为什么？开会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，我不是叫他秘书通知你了吗？他忘了。我回去好好训训他。你为什么要卖掉水厂？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也是股东们的意见。他们说你这个水厂啊，办得半死不活的，还不如把它卖了，回笼一些资金做其他的项目。正好有家公司也要买你这水厂，我反对。我就知道你是不同意的，但是股东们的意见也不能不听啊。现在还不如我们各退半步啊，如果你在短期内能使这个水厂全面运营，那我就去说服股东们让他们暂缓那个卖厂决议。毕竟我们为这个厂付出了不少心血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银行贷款这么困难，你让我上哪儿去筹钱？这是耍我是不是？啊，你陈少泽不要太有本事啊，这点钱不是对你来说是小意思。我还有事儿，我不打搅你了。潘水潭，喂，观音，坐吧。你恢复了。你看这件衣服织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手真巧。巧有什么用啊？这衣服织来，还不知道给谁穿呢。观音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会觉得内疚的。你会觉得内疚。你真觉得内疚吗？你要是觉得内疚的话，就请你离开少泽。我请你离开少泽好不好？就算我求你了，离开少泽我活不了，我真的离不开他。徐山，我求求你了，就算你可怜可怜我，我求求你了。对不起，关云，我。做不到。
天天想那么多男人，你为什么不要跟我讲？为什么？关雅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法冷静。我请你离开少泽，你放过他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离开他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的。我很想满足你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做不到了。我怀了他的孩子。你怀了